恐怖地沟油流入香港，你今日中咗招未？油油油！台湾强冠企业用地沟油制造嘅香猪油部分进口香港，令到个个都人心惶惶。唔通避得过大陆黑心油，都逃唔过台湾黑心油呢一劫？其中一间分销地沟猪油嘅大商行就提供涉及近20间怀疑接收过地沟猪油商户嘅清单。咁到底系边几间呢？食安中心就话唔方便公布，只系要求分销商回收产品同将产品封存。至于自行引爆地沟油菠萝包嘅美心，食安中心就公布佢哋嘅月饼化验样本结果，证实月饼喺重金属、致癌物质、酸碱度等多个指标都合格。究竟边啲嘢食安心食得，边啲嘢食要小心为上，真系要考考大家嘅运气至得啦！全新嘅都市日报 App 已经上架啦！